大家好，我是美杰的儿子，这是 Alex 的，这是 Connie 的，这是 Kevin 的，这是每天的，这是我的。今天我妈做了我和我朋友最爱吃的巧克力奶香脆饼。我妈说这是用手就能做的饼干，只要把所有材料混合起来就行了，里面也没有鸡蛋，鸡蛋过敏的小孩也能吃。饼干的形状随便弄弄就行，然后就可以烤了。我去看会儿海绵宝宝等着，凉透了的饼干是脆脆的，好香呀！先别吃，还没做完。我妈说要给小朋友吃，所以用了不是很苦的牛奶巧克力，用抹刀抹在饼干底上，巧克力凝固了就可以装袋了。还剩一块，我来把它吃掉，配放在屏幕里了。我去玩了，拜拜。